哦，都是卖93的，这个运气。本金你怎么啦？只想说蠢蠢欲动吗？蠢蠢欲动，力量这些天桥都是哦，耶、yeah! 欸！好像没有超多很多。通气犯啊，因为他那个他那个搞外遇。哦，对，他很穷。你怎么像这样说你的前情人？嗯，他不是我前情人，他是我外遇的对象。谁？我们大家飘啊！路人过来，我就是很危险的、欸，我就很危险的，我就很危险。哎呦呦呦，这也很危险、欸。小雨是自己人，本这些天桥都是本机盖的。好，对，还是本机。小雨好显露吗？然后根本不想。杰克则是弄附魔台跟那个弓给我弓。他两把强势的弓，我是觉得很棒，很 OK。所以每个人感觉都有在做事，我很难判断。射到，射到，射到了。好，交给你们，我远离你们。我一直没血量啊。嗯。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要去买牛排啊。好。啊。包脏是不是？我先买牛排啊。知道一下他的招。哎呦，本金的中间要加油了，你可以去挖中间。我要死了，上面交给我来，我们来。巧克力，巧克力。好 ，OK 哦。怎么了？你的弓是火强五了，强五了。我有火焰，你要叠吗？我举个盾，你们打他，你们打。哦，也可以。你在哪里啊？没关系，你先放你身上，我晚点再给你拿。我放保险柜好了，比较保险。不要放你身上。为什么？欸、他们在射击，有射击，去哪去哪去哪，快快快快快叠快叠，我手下面的、那個。你们在哪里？没有，洋洋就先放你身上，这样才不会被拿走。繁星拿，繁星拿。哈基哈基哈基，哈基干嘛？哈基不是间谍啊？哈基怎么？没有，在我们家有。对对对对对。有你干掉他了。但是他杀掉了，他死。什么？你不是干掉他了？是不是他在死之前丢那个 TNT 出来？哦，我在点，没关系，但是他回去吧，回去。我感觉每个人都有在做事啊，是不是真的有人没看到啊？我是不是有人没有看到啊？刚刚我觉得你的机会很大哎、欸。公呢？我自己没关系，不然等一下再都不要票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酱油没有看到。就很正常，我没有看到，应该重生喽，重生喽，重生喽。好，酱油的话，我没有一直提醒他，然后他就结果还是先投我。那也是。谁丢垃圾？谁丢垃圾？你是说一把铁剑吗？对不起，那是我。嗯、那没事没事。看谁丢的。大家都是好人哦。输给我爹，输给我爹，全世界都是好人。输给没了吗？光头了。刚被没有没事，塞，刚被那个哈基炸。苏贵啊，苏贵是被他击在哪射啊？他没有，他是被打回去了、啊，被打回去了。这样子，有人隐形，有人隐形吗？隐形？你看那个箱子还在不在啊？不在的话就代表有人。嗯，在。那谁在丢牛排？本机还想用牛排看隐形。哦，早讲嘛，你可以丢那个经验瓶啊。我刚刚也是在那边看书，发光，到处丢，发光。好多人，他还丢那个吗？哇，两个隐形兵，两个，没事，上面还有一个炸掉了，哪里？杀掉了。本机是本机，哦，痛，无敌呀、啊，空中无敌，哇，演很久啊你，哇，投本机，投本机，好，快把它丢回去，等一下，本机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很会投。记得 DC 要过去啊！我过去。哎呀！会演呢，而且还好，我完全是被炸在空中，还好有无敌。我的钢铁好的书柜又没了。没关系啊，你要我给你抢。我是看到有那个炸弹，我就直接往空中跳，所以没有被炸到什么。也是很会呢。重叠。哎呀，超级演呢。还丢牛排，就是有没有？就是真的是有在抓人，想抓这样子，好厉害哦！而且你要叠书柜吗？我给你钱啊！你要？哎、欸、哦，又在炸！楼上在炸，楼上在炸！我先下去，我先来，我给你钱，来，楼下，我先远离，你远离一点点。我觉得要在不晓得从哪炸的，
从上面啊，上面那边。空调上面，空调上面。别更远距离，远距离的 ，OK。差几个啊？被炸到了。哇，想说帮我们全部的空调都弄好了。真的。然后也顺便他们那边也接好了。对啦，也是。你等下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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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不要弄。先把这边围起来好了。对。你们还有发光吗？发光，刚发光过了，发光过了。没用的可以去买。先把这边叠好，叠两层。本机在叠啊。肯定会捏。对啊，而且我原本就想说他回来，然后又在那个弄那些牛排，然后前面也都在帮忙，就想说应该不是吧。嗯。然后你们还怀疑我。结果就是又是他，拜。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在做事，只能怀疑没有看到。没有看到，感觉中间还有钱吗？中间在看，我在看，我在看。好，没有。好，啊、那个箱子有很多纪念品哦。哎、欸，又被炸了，又被炸了。我刚看到，刚看到。哎、欸，下面。从下的，从下的那个团。好好好。看到，哎呀，掉下来。哎、欸，我被卡住，我先掉下去，没事，我 OK。箱子被炸掉。他打你了，他打剑了。不，他这个装备还很 OK。哎、欸。小心炸哦！我要吃牙、啊，不是我怕他死掉那个、啊、炸弹。是啦，小白星，你回来啦！书柜被炸掉，不是你等下再弄，你等下用，等下用。箱子炸掉，没关系，我先弄。爱的结晶，哇哦，哇哦，哎，他们也是狂劫，他们有人可以放个箱子吗？哎呦，点不到。本机又想来啊，还想来？哎，买了五点，点不到，操！啊，猜一下，阿基，啊，终于身上没有那么满了，受不了。阿基，应该可以叠书柜了吧？这边，看我叠啊，屁股，我觉得还是叠一下。哎，这边怎么空了？阿基，露出你的屁股来！本机死了，他在上面跌到我们飞船那边了。没有啦，飞船没事，飞船没事。嗯。哇！顺移走，顺移走。好。我在中间。哈。有安全，安全，安全。我还有弓，还好，技能都有买好。是有。接下来要等无敌了。嗯，他在上面想要炸、啊。嗯，他在丢。我刚刚在射他，然后最后因为他一直都挡住。对。拜托不要再炸掉我的书柜了。哈哈哈！有很多丢脸。他就要来了。喂、哎？他在你那边哦。哦。本机了。本机盾。弓箭手反制。他机就是有个洞。的罪魁祸首啊！小雨怎么了？没有，我在他们家射他们国王。死了。问号，怎么那么猛？他接下来。而且小雨还讲那个附魔台那边要被攻喽。他炸附魔台呢？嗯。被打，没事。他用那个力量加演习了。没事啊，OK， 我是全身附魔的人呢、欸。有，其实我还擦裤子啊，有没有裤？随便的裤裤。那我先给你吧，你跟我换吧。啊，你没换裤子？我没有裤子。宝三，哎，宝三的。嗯，真香。看，这样非常的稳啊。我各种保护都有啊，防弹也有，防火。有没有防炸也有，欸、就缺防火。空桥，本机这边的空桥。我看到，两个、哦。放心。哇、哦，碎！哇，弓箭够强。哇，厉害！不愧是妖弓，妖弓。哇，这个名字可以。哎呦，他就要去找你哦。找谁？哎，繁星。哼，想动我家繁星？会，很会。等我一下。
有我们的空桥直接连到他们家都安全。嗯，好。谁在那？哦，王座。哎呦，音乐，音乐！哎哇，他竟然！哇，可惜他躲回去了。他想炸我，冲了出来。对，他想炸你，有看到了。哼。我再去拿一把钻石。我们那个可以。可以带一些那个手榴弹去他们从上面，是红队吧？对对，我们红队。哦，那是小雨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是我啊，是我啊。上面已经被我拿下来了。好。那个弓真的有够夸张。你都早很早就弄出来了，可以抢空中的优势。所以我就说有这把弓足以证明杰克是好人。嗯前面都还拿到他们的钱，都不要这样子。我看到那小妹在跑来跑去，阿基不要这样子。小妹来打我了吧？音乐上往下比较容易啊。杰克可以去炸他们。我在炸虫，我在炸虫。啊，想说，哎呦，我没中。不，小雨趁中中中，没事没事，我死掉了。也可以把他们家那个稍微炸开一点，这样比较好射到他们。我的弓掉了，你弓掉了，对，死在哪？干脆炸掉算了。在对边，在对边，差近点走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有人要燃烧剑吗？钻石。其实还好，刚刚你们丢上来喽，我没。要不要舒压一下，来炸爆他们？好，下一天尽管炸，炸起来。嗯炸爆炸！炸炸炸炸炸！我有那个。下一看要不要玩那一百块？你们先往上冲！玩哦！杰克，你怎么又想这样？抢团也没钱了，都没钱了。对，亲家奶奶直接离婚呢。能死！我带一把弓过去。喂，指令大师！哎呦，楼上我马上抢下。嘿，蓝色这里七到十五吧，这里有中，中了中了，再一只，全 ，OK 的 OK 的，嗯，自己也带一把弓上战场，比较保险，多带一点手榴弹啊，我们这个上面又征服了，我先存钱，他们都在二楼的位置哎、欸，先把钱存起来哈，他们家已经爆掉了。有人箭是最普通的那种嗎，有啊，一箭就射死酱油。我是普通的，你要不要？太痛！我这里有多一把箭，你要不要用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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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晚一点，晚一点嘛，好。然后带一满满的手榴弹过来就可以了。对，来，好，我去买，把他们家炸的开开的，我们就可以更好射。好，那这都是一箭一支啊，好凶哦！阿基。阿基，林总，别卡阿基，勇往直前，你又卡住了阿基，没有中，来了来了，小心地板要炸了，好好好，我感觉到，刚有一个丢上来旁边的，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哎，吐了太胖了，继续轰炸，本机在干嘛？我想在挖虫，挖虫，对，他在挖，可能想要让那个虫虫变很难炸吧。有一个小脚这样子，就像我们怀疑小雨那时候一样，留下对吧、啊？你看那留下那个鼻毛就很难炸，鼻子刚就没炸到，哇，好多！就想说正常第一发就会先把那鼻毛炸，刚好丢太后面了呗。啊，好了，他们怎么没有 TNT 在炸？怎么看？买什么会比较好炸？我走，我走，走，手榴弹啊，手榴弹啊。我没买错。光在左边哦，哪边？左边那一个桥下吗？桥下吗？桥下，桥下，桥下。哎、欸，发财树苗，我有点想下去。发财树苗炸掉吗？树苗好像可以炸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、哦。神奇、哦。这里，这里，中！死了，死了。有办法捡到吗？没有人，没有人去追你，没有人去追你。繁星拿走。完全安全，完全安全，非常安全。他们开始用炸了，你跑快一点都没事。碎了碎了，我在哪里了？我们家。啊，
往前走，不是中间中间是吗？哎、欸，你在我们家吧？对对对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对对对，在我们家。好，看你看到下屁股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停停！小心小心，家附近。小心哦、喔、小心哦、喔，他们可能。我看到我看到隐形了，我看到隐形了。哎、欸，这扔的不够力啊！哎、欸，力啊，不够好、啊。咬我。有人在用我们的箱子。对，有人在，有人在我们家。看到了、嗯，所以反而在他们家比较安全。哎、欸，有用发光、啊，可以家里可以看到。天梯，哈基，嗯，哈基，坏，紧，坏坏。酱油，酱油，你的臂力不够啊，酱油。而且酱油都是买扔一颗回去买的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扔一颗然后回去。这个是谁啊？哎、欸，哦，巧克力。哦。繁星有办法放上去吗？要放了、哦，放啊啊！还有吗？那我顺便放这个啊。刚应该钱要炸什么？炸音乐，炸音乐啊！哪里有音乐？在那里，那里有几个人团聚在一起的，炸那里就对了。嗯，炸屁屁，这边有人。哈基往那高台走，高台。哦，哎